韩国女艺人具惠善近日接受某杂志采访时表示有复出演艺界的想法，不想让离婚变成人生的伤疤，她会把离婚变成人生的一个经历，今后继续勇敢面对生活。具惠善表示，回想三年的婚姻生活，她与安宰贤从来没有过大的争吵，所以安宰贤提出离婚让她感到非常委屈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